这两天杨紫和刘学义的瓜还没有结束，狗仔张小涵就放出了刘学义喂杨紫吃蛋糕的高清视频。视频中刘学义将喂杨紫吃的蛋糕一下子吃进嘴里，坐实吃同一块蛋糕。其实杨紫和刘学义都是单身，谈个恋爱也没什么，而被争议的点就在于杨紫刘学义昨天亲自一场否认吃同一块蛋糕，这一下子被高清视频实锤，杨紫的人设翻车，撒谎人设算是立住了。如今两人的很多同款也被网友扒出，同款的餐具、同款的场景等，两人恋情再次成谜。其实大方的承认恋情也没什么，明星也有七情六欲，如果真的是立单身人设，那杨紫这次全是塌房了。现在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心疼张雪迎、秦俊杰，也算是扬眉吐气，毕竟秦俊杰和张雪迎同吃一碗胡辣汤事件，两人可没少挨骂，至今还是两人被网友冷嘲热讽的黑料，杨紫成了当时被同情的一方，博得了不少好感。你觉得杨紫和刘学义的恋爱瓜保熟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